今年港姐三甲大热人选之一嘅谢嘉仪，一致被传媒睇好。呢日被问到有冇考虑喺香港发展嘅时候，佢就话自己都打算喺香港长住啦。如果我参到系 OK 嘅，我谂住住呢度。我全个 life 响苏格兰住，所以谂住学下爹哋个 culture， 同埋响呢度住都好玩。喺苏格兰好闷。